只有去辽宁。我是 GOG， 目前最喜欢你哪一个？央 GOG， 央 GOG。那有没有女歌手是你最喜欢的？这是个饶舌歌手。哦，有一个，那个国外的唱 R&B 的，她是叫什么 ？IMDDB。哦，她，对，我也喜欢她，一个女尼歌。我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就只是一个灵感嘛。嗯，就是突然想一个想做，对，就想做，然后就是写了。7月21生日的话，你的派对办在 Clash， 我还没去过。还没去过。嗯，因为我还没有18岁。对，还没18岁。我今天想要跟你玩一个小游戏。嗯，什么小游戏？想要偷偷突袭你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让大家你的歌迷们也可以看一下。好。小包包里的东西有什么？那这个胶原蛋白吗？对，这个是止痛药，头痛药，因为我很常有时候会偏头痛。这是我的贴纸，贴纸好可爱哦，送给你。对，就是那种空压罐，可以把香水弄在里面的。哦，就是那个新出的那个口红，我知道，是你现在嘴巴上的擦着。对，口红第二，口红第三，这是眉粉，眉粉，这是化妆类的，对，小包包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墨镜。你很喜欢这种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大黑色。这个是什么？补妆的。对，粉饼。护手霜。还有这是什么？最后一个。口红。口红。这个一定要。想睡觉点两滴。小花眼药水。对。花心的包包一大部分都是化妆品，哎。对、啊。还有食物，就是少女的包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考你猜歌词。我会告诉你这句歌词，然后你要告诉我上来是什么。好，有把握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第一题要来了哦。好，第一题是带着我的女孩创作女孩们的 rap 的前一句歌词是什么？啊，我又梦想了。带着我的女孩创作女孩们的 rap。Money and the trap， 我就站在正中间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久没听我自己的歌了。是这个吗？我们答错会有小小的惩罚。等一下，蓄势待发，接受挑战，我永远不停歇。对，哦，对，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句，没错，终于想起来了。蓄势待发，接受挑战，我永远不停歇。带着我的眼睛，创作女孩们的。准备好第二题了吗？好，好，要来第二题哦。第二题呢？这企图像基础，意图那清楚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我恢复这招数，继续让你痛苦。哦，答对，还好，很好。这企图像基础，意图那么清楚，我恢复这招数，继续让你痛苦。我们今天呢，非常开心可以见到你，就是7月21你的生日派对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要在哪里见？我们要在 Clash 见。我们要在 Clash 见。好，我一定会去找你，我去看听你的新歌。好，然后带着一堆 Bad Bitch。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很期待你在 Clash 台北的表演。好，你今天一样是美美的进来，美美的出去。好，看起来差不多。下次见喽，去你的生日派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都做过了，曾经可以做的事都做过了，对，就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感觉18岁之后要对自己负责任的，因为不想要18岁。